Attention! Maman Anne, viens vite ici!走吧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可不想再传出什么绯闻。我也不想。不想你还答应带小峰出来玩？他很乖啊，很配合治疗。我不能对这么小的孩子失言。那不配合治疗小孩多了去了，他们提的任何条件你都会满足啊？做完手术之后，他妈妈一次也没有来过医院看他。孩子这么小，一定很孤独，难过。所以你对撒坤特别，是因为心疼他妈妈不来看他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。你对他也很特别，你又是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撒坤。Docteur Gu est occupé, mais il sera avec toi aujourd'hui. Tu vas 发财了，发财发财，搞钱搞钱，走吧。这就是你们说的想吃的大餐啊。是啊，这是拉卡亚最著名的小吃街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卖，而且什么都能吃。哎慢一点。Maman, il y a du popcorn. T'as envie de manger? Oui.这个我来付吧。Attention!考试时间已经过半，只能视为缺考，下个月去补考。不能补考的，要连续八年前三才有机会进华人医院。我不是故意迟到的，我送病人去医院了。送病人去医院？对。有人能证明吗？我证明。他是因为抢救突发癫痫的病人，所以才错过了考试时间。谁不是茫茫中撒坤，你没事吧？谢谢你啊，顾老师。素媛，你怎么做什么事情都像不要命一样呢？你照顾别人之前，先管好你自己，可以吗？个人英雄主义。就没人跟你说过，你不说话的时候特别帅吗？撒坤，别跑！